So come down, 梦里还是一下梦微雨化成大海上落月镜中挂到底谁还是跟谁把结局冻裂崩塌何必不摘在风花染的冰凉海域湿度等下慢慢见你的伤势风化收个手机兴奋整天抢吼吼抢吼吼日出看不到了，只看到一点朝霞。回来了，收手机回来了。阿婆，起这么早干嘛？五点多钟，现在六点钟，天大亮了。阿婆起来换裙子了，我今天。太阳出来了，终于有裙子的机会穿了。捡东西，准备回家。你要准备准备的早一点，他们都没心。肯定是收抢人家的手机，你这个人。起那么早干嘛呢？整天就抢人家的手机支架，架个两个支架，这里给人以为是手机，兴奋没？啊？你阿婆。今天起早穿裙子我哦，起来不换了哇，裤子不干。起来吹那个裤子，我以为你要穿裤子，吹了半天裤子，我又穿裙子。我以为吹了那个裤脚。啊！这这这超超新，嗯，来，这个超超新吧，一、二、一、二、一、二、一、二。从这里看舅娘啊！到这里，好像哪里不对，有没换睡衣？得了，就这样了，就这样了。宝贝宝贝，憨憨憨憨，咦，你看，我带个什么袜子去了？这样子才对。干了不？我的袜子。你干了就可以带回去了。山上天气太凉了。小奶奶好，嘿嘿，我不上来了，我们等一下要回去啦。嗯，我们要回去啦，离开这里啦。哦，我们是广西柳州的，我们昨天晚上上来这里，好多小哥哥在你这里玩呢。啊，好多小朋友，我们上来玩。啊，不坐了，不坐了，我们准备要走了。他有点想睡了，我说抱他看睡不睡。啊。啊。对。糖宝宝，你一直看着奶奶，嘿嘿，这个奶奶上次我们来就看过了。啊，不上来坐啦。到了再说啊。哎。到了再说啊。你们到了再说啊，你们家的啊。家里啊，我们家啊。啊。柳州的。广西的。广西啊。啊。还有云阳。啊，云阳，广西的。哦，你们家里是他们宝宝个啥？他小舅娘是这里的。小舅娘是这里的，嫁到我们广西柳州了。是不是啊？你不记得奶奶了？哎，上次我们来玩也是这个奶奶啊。来跟奶奶拜拜，我们来跟你做告别了，拜拜，拜拜。你就回啊？对，等一下就出发了。是在龙宝已经。啊，我们开车来的。家住在龙宝。啊。家回家住在龙宝这里。啊。啊，住在回家吧这里。怎么听得懂？搞得鸡同鸭讲。要回去住在龙宝这里啊。啊。好的，拜拜啊，奶奶，拜拜。我套凉鞋了，最时尚的穿搭。
在我回头大红色，我说我去找了没找到。拜拜了，拜拜了。哦，我看到我们个美团了，终于看到小黄人了，熟悉的小黄人。这是步行街是吧？唐宝贝，唐宝贝，你那个手，你还在吃什么？吃饼干。转到这边来，终于进城了，灯好闪啊，好亮啊。我要水果冰粉吧。哦，这个我就吃得下。哎，又说不吃，又吃得下了。你以为我买这个这种上面这种辣的粉吗？我以为是的。我要买的是这个。两块是的。是的。多少钱嘛？好多钱嘛？我这里写有眼睛瞎啊，8块。我不怎么听得懂我讲的话，我还装本地人。可以给我多一点吗？可以，我喜欢啊、嗯，我喜欢吃那个花生蒜。谢谢。不用谢，没事了。来，我只能拿一份。明哥得了。谢谢。我饭后甜点可以试一下嘛？我航航想吃，一直开嘴巴。妈妈帮你吃啊。